前亮相的林熙蕾十一日出席代言活动，一袭蓝色紧身洋装现身的她，竞选性感好身材，女神魅力丝毫不减。产后林熙蕾即为女儿暂别电影圈，如今女儿将满两周岁，也让她有了复出拍戏的念头。其实确定的项目确定要拍哪部戏还没有真正确定，就是最近三四个月会确定吧，但是我觉得女儿差不多也是明年她要上幼稚园了，所以也有一些时间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那所以就是希望找到离家近的地方可以拍戏。日前舒淇在微博上传抱着林熙蕾女儿欣欣的照片，母爱泛滥，一向有心帮女儿再添一个伴的林熙蕾见状连忙催她也赶紧生一个，并自愿当保姆。我可以啊，我反正如果我自己刚好也怀孕，我可以自带两个，这个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我可以把她训练到，就是帮她带到差不多八个月左右吧其他教育方面就要靠他自己了。刚决定复出拍戏，又盘算着再生兼为好友带孩子，看来影迷们又得提心吊胆起来，担心女神不知何时又会消失了。